哔哩哔哩和 YouTube 的网友，你们看，那边有一辆加长版林肯，上面有一群人在那边嗨。俗话说得好，一群人的狂欢啊，不是，一群人的寂寞和一个人的狂欢。所以说啊，不要看他们高兴这么高兴，其实他们还是很寂寞。所以他们在冲我们招手的时候，我们也热情的回应啊。取了这么多次钱之后，第一次看到了中文，请输入你的密码。哇，现在我们要取款，我们要取的是布林福林还是福林？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布达贝斯的第一天。我们在布达，我们在下午一点半出门了。一点半，开心。对我们来说，现在不愧是美国时间。来到中欧之后呢，有一件事不得不做，那就是看美女。一天到晚看美女。强迫被看，没办法。好，我们就继续看美女。我们刚才找了一家 Buffet 没有开门，我们决定去佩斯，去另一家 Buffet 看一下。我们正在穿过多瑙河的桥上，前方又是多瑙河了。我们已经在三个城市中，又是多瑙河，看到多瑙河，多瑙河。贯穿了维也纳、布达佩斯，还有布拉迪斯拉巴。你看这边的船，可能就是从维也纳或者是布达迪斯拉巴开过来的。徒手健身爱好者的一个小基地，全都是大鸡巴。来到佩斯之后是另一幅景象，这里的建筑就像国内七八十年代那种建筑。我们现在还在去往。中餐厅的路上，走了将近有个一点半出门的，应该是两点半了，已经走了一个小时了。我们在这个小型的展览馆的外面看到了中文翻译的一些标语，但翻译的并不流畅。哎，走吧，没东西给你们吃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布达城堡的脚下。哇，他拉屎了，他也没有办法，他控制不住。刚才坐电梯就上来了，上到了这个城堡顶端，体验极佳。这是布达佩斯的全景，还听到音乐，下面有个音乐节吗？这一次对自己的挑战。下面是有栅栏的，没关系，就算你摔下去了，你也会撞在那个栅栏上。刘老师，你这是在丢中国人的脸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像路不走，非得踩草丛。主要是你走的这么寒颤，这么寒颤，这么寒颤。我们现在在什么桥上啊？伊丽莎白桥，我们现在在这座桥。你觉得伦敦美一点还是自己美一点？我觉得这条河比泰晤士河美。我也觉得这条河比泰晤士河美。我们现在就准备离开布拉克，不是布拉克，我们在哪？布拉克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刚才遇到一个韩国的小姐姐，问我是不是日本人，我们帮助她一起买了票，还有我们帮助她看了会儿行李，挺好的。她马上也会上车，反正是一个可爱的小姐姐，挺好的。到时候她可以站这里，她可以站这里。天哪，好想家哦！为了家乡父老乡亲说几句话吧。我回来了，我要拍毕业照了，不要把我 P 上去。今天有几个留言说你别回来，我们毕业照会把你 P 上去。亲爱的父老乡亲，亲爱的父老乡亲，再见到你们，我们就已经在中国大陆了。中国大陆最发达的城市，最发达的城市。好黑。
Love you.